欢迎来到拉力路。Oh, wow! Wow, 皮肤变蓝了。画眼睛。Oh, 真漂亮。Yes! 身体在发光。粉色的嘴唇。添加纳美人的条纹。用粘土塑造长耳朵。完美的颜色。用纱线做头发。Yes! 然后装饰辫子。Wow! 辫，丝带变成衣服。在辫线上涂热胶，涂成蓝色。尾巴是纳美人最重要的器官，用来表达感情。箱子里有宝藏。一些魔法。很棒的皮带和珠子。好的，去潘多拉进行一场太空冒险吧。纳蒂莉正在睡觉，突然她看见了什么？是真的吗？哦，那是做梦吗？还是幻觉？艾娃听见我的祷告了吗？她拿起鼓。这音乐献给你。一棵神树开始发光，周围的一切开始随着旋律颤抖。啊，艾娃，你听见了吗？我的梦想要实现了。切电线，粘折笔胶带，拿细线，用锡箔纸塑造身体。覆盖粘土，使用建模工具，闪亮的玻璃眼睛，斑蜥兽的视力很棒，涂成红色，是斑蜥兽吗？用泡沫纸做翅膀，该用刷子了，这个不错。它和其他动物的颜色不一样，画渐变，然后是条纹。顶部是亮蓝色。哦，不是每个人都能驾驭它的，纳美人认为它是神圣的动物。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，纳蒂莉大声地呼喊。是谁呢？难以置信，好大的动物。这是斑蜥兽。它停在纳蒂莉旁。你好。他们建立了特殊的联系。萨黑鲁，飞吧。控制这只动物是一门艺术。潘多拉上空看起来很棒。等等，我看见艾娃了。嗯？纳蒂莉飞向魔法树。哦，一个盒子，里面有什么？一棵特别的灯树。拿轻粘土，覆盖底座，添加纹理，将树干涂成紫色。用扭扭棒收集树枝，添加特别的叶子，然后关灯。一棵与艾娃有感应的魔术。潘多拉纯洁的灵魂是光明的源泉。纳蒂莉在空中看见神树。啊哈，有葡萄藤。这不简单。他穿过了树林。他想要实现梦想。还差一点。纳蒂莉到了。神奇的事发生。他被萤火虫包围，到处都是雾。变变，需要一块粘土，更小一点。这是什么？一张可爱的小脸。更多元素。这是身体，可爱的宝宝。添加纳美人的颜色。你
你是谁的小宝贝。魔法物消失了，不会吧，一个宝宝，我的女儿愿望成真了，真好。看，我有宝宝啦，是艾娃赐予我的。第一位客人，班西兽宝宝。艾莉拉，这是你的坐骑。纳蒂莉的班西兽也来了。我们回家吧，再见，艾娃。彩色的树枝，那蓝色的，切开。现在我们显现。啊哈，不错。特别的石头，做装饰品。美妙的身影，固定在树枝上。火鸡先生借一根羽毛。完美的吊坠，宝宝喜欢彩色石头发出的神奇旋律。纳蒂莉今天很累。Goodbye。艾莉拉宝贝，妈妈去休息了，马上回来。但宝宝一直哭。你饿了吧？不是，他还是哭。不舒服吗？他不喜欢这。艾娃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大自然母亲来帮忙。啊，原来如此，有了。他做了一个吊坠，用来吸引宝宝。看，艾娃的礼物。成功了，艾莉拉看着石头不哭了。纳蒂莉终于可以休息啦。好多宝宝。哦，就你啦。变蓝色身体，一只斑马跑过。哇哦，艾莉拉有了纳美人的条纹。Yes。塑造尾巴，取闪光花粉。真棒。用竹子做皮带。艾莉拉长大了，她充满了好奇。艾莉拉，你在哪？一只松果砸到她。哈哈，你在这，趴下。有趣的衣服。班西兽，呜，我的好朋友。他喜欢飞在空中。翅膀，我想飞。哦，差一点，宝宝挂在葡萄藤上，缠住了。班西兽想帮忙，但没用，他们一起掉了下去。侏罗纪世界，三角龙，过来。彩色绒球给小动物们上色。哇，做毛发。这是翅膀，你能飞吗？艾莉拉会喜欢它的。纳蒂莉和班西兽降落，谢谢你。妈妈，我可以玩吗？女儿爬上成年班西兽，喵，滑滑梯，呵呵。艾莉拉的游戏可真可爱。我给你准备了惊喜。纳蒂莉一走，宝宝又滑了下去。看，你的新朋友。哇哦，真好看，它有翅膀，我们可以一起飞啦。艾莉拉坐上去，它第一次飞。妈妈，我在飞，耶！选青年土，混合两种颜色，完美。像一株植物，浆果也有用，加人造草。看看这些水果。妈妈和艾莉拉去散步，哈哈，宝宝看见了灌木丛中的食人花，真有趣，它有牙齿，我想玩。看我的尾巴，那那那那那，你抓不到我。艾莉拉的宠物也来了。纳蒂莉看见很担心，这种植物很危险的，快走开。看这朵花，尝尝浆果。OK。好吃。宠物也很喜欢。
妈妈，她也饿了，喂她吃的吧，这样她就不生气了。海豹，我们来了。这个网有用，给木头浇水，大小正合适，在烤串上绑网，装饰热带叶子和藤蔓，好漂亮的吊床，放在阴凉处。妈妈累了，但艾莉拉很兴奋。妈妈，妈妈，宝宝跳来跳去，不让妈妈睡觉。喵，起飞啦！妈妈快看，艾莉拉，潘多拉是神圣的，每棵树、每片叶子都很珍贵。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星球，需要钓鱼线，绕在吸管上，剪切，用热胶固定，拿剪刀，添加神奇光芒。哇！将种子固定在花环上，它们在闪闪发光。有人说这些是最纯洁的灵魂。艾莉拉，这是最神圣的地方，灵魂之树。哇！它连接着艾娃。娜蒂莉和女儿正在建立萨黑鲁，魔法发生，种子流向婴儿，这是被选中的象征。谢谢艾娃，